大家早晨，昨日系港股近期表现最差嘅一个交易日，我哋预计全个礼拜嘅最高位已经出现咗噶啦。不过喺今日，即系话10月16号收市之前，港股大市表现整体表现系向好嘅预测系不变嘅。咁我哋预期今日港股都系喺低位有支持，唔会大跌落去。咁寻日嘅跌幅虽然系明显，不过相对于近呢一兩個禮拜嘅升幅嚟講咧，只係一個正常嘅回吐嘅啫。美股方面咧，尋日開市嘅時候就裂口低開啦，跟住就跌過成300幾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，但係收市咧就彈翻晒上嚟。咁一陣我係會睇睇美股嘅最新形勢點嘅。咁我就利用呢個美指期貨啊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嘅走勢嚟做分析。喺尋日香港時間喺度係15號。紐約時間係午夜12點，咁就香港時間晏晝12點咧，你見到港股啦，嘅走勢向淡咧，好明顯啦。之前其實11點幾已經開始啦，而美指期貨亦都同步向淡嘅。咁喺呢個嘅美股開市之後晚上啦，美股開市之後一路就繼續往下走，但係咧跌到呢個位嘅時候就立即掉頭升啦。甚至乎去到美股收市之後，而家最近呢幾個鐘咧都係繼續升嘅。咁呢個就係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嘅小時圖。而家小時圖形勢技術分析指標咧，主要嘅就係除咗我睇下先啦，應該話全部就利好嘅，全部5個主要技術分析指標都係利好嘅。咁對今朝早港股係有利嘅。港股嘅四大指数，寻日收市嘅时候，我系睇真正变动率。留意，我同大家分析系讲真正变动率。咁你话，哎呀，寻日恒生指数唔系跌呢个 percentage，唔系咁计嘅。咁系呢个系我自己发明嘅计法嚟噶，系参考埋佢嘅波幅噶。即系话咁样先至拍埋一齐几个指数同埋期货比较先至公平。全面系暴跌嘅，而跌幅方面呢，就系以科技股。就比較差啲啊！留意一樣嘢，科技指數咧，佢嘅20天年度化歷史波幅係由上日嘅27厘幾升到尋日收市上30厘，咁就對呢個跌市嚟講咧，就係提供支持嘅，咁即係唔係一個好現象。咁擔心科技股咧喺下個禮拜開始咧，嗰個下跌壓力會更加增大嘅。期貨方面咧，就見到2個月份嘅國指期貨曾經一度暴升嘅，國企指數亦都係暴升，紅籌亦都略為暴升，咁呢啲係表現尋日好少少，即係靠呢啲即係國企股同埋紅籌股咧，令到成個大市嘅跌幅就冇咁顯著嘅。成交金額比率依然係藍籌股，國企股就係好多啦30幾%即係好高噶啦，近期比近期嘅平均係偏高嘅，而紅籌股、科技股係比平日嘅平均數係略為偏低。現貨主板市場大戶主動買股比率收市係報49:51，處於正常水平附近。就大戶主動買股比率咧，就喺過去5個交易日係57:43嘅，可想而知，尋日嗰個市咧就大户估价系控制大局噶，最后亦录得资金净主动卖出4亿，虽然唔系好多，但系都系红色。咁结束咗连续10个交易日嘅录得资金净主动买入嘅向好局势啦。就全日嘅成交金额，现货主板市场就减少咗啦，比打风之前嗰日更加少嘅，即系比星期一啊，今日星期一更加少嘅。現貨主板市場入邊嘅賣空金額比率咧係17.137%嘅。我要補充一下咧，就係呢個17.137% 係比對咩咧？全日賣空金額就係現貨主板市場入邊就175.9670萬啦。咁個份母係咩咧？就唔係話呢一個喎，唔係話現貨主板市場全日1305億喎，而係淨係計可供賣空嘅證券，有啲證券係唔可以賣空噶嘛，嘅成交金額嘅總成交金額咁計出嚟嘅，
跟住咧，如果你想試多啲，你睇翻我尋日朝頭早8點幾嗰一段嘅影片咧，入邊有個表嘅，係有兩個比率嘅。咁而家我係講呢個比率。咁你話如果就咁除翻1300幾億，咁個比率點啊？你睇個表入邊又有嘅，我兩個比率都有嘅，不料咧就淨係俾咗第一個比率啫。好淡指標 BBI 個超短期嘅 BBI 跌翻去50下邊啦，得翻27啫。咁中期、長期亦都係跌翻50下邊啦。咁呢個係非常不利本月下半個月嘅後市表現嘅現象嚟噶。短期暫時仲挨緊喺50樓上，險守喺50樓上。咁你見到啲指標好多跌翻50樓下，咁呢個係非常不利嘅現象嚇，大家留意。咁即係話咧，我睇好港股咧，係睇好到今日嘅啫。咁我不嬲都係第一步睇好到今日嘅啫。整體大市嘅表現嚟講，並不是每日都睇好啊，每日、每小時、每分鐘都睇好，唔係咁啊。好淡大戶角力情況，收市嘅時候，尋日加權平均位、收市位、加權收市位應該係恒指期貨、國指期貨都係暴跌，但係咧就個成交量一個就升，一個就跌，咁即係話咧。恒指期貨嘅跌勢就得到成交量嘅支持，即係沽盤增多啦。國指期貨跌勢咧就未得到支持嘅，即係話國指期貨嘅沽盤係反而減少嘅。睇國力指標 TWI，恒指期貨係正一同正一，啊，即係個加權收市位同成交量過去5個交易日合計正一正一，咁當然係都仲係好嘅，即係話平均係升。而成交量係升，國指期貨係正三正就負一就唔好啦。國指期貨雖然係升得勁啲添，正三添，但係咧個成交開始減啦。咁後市就關鍵就睇兩樣嘢啦，and or 啦，和同埋或啦，即係或睇咩啦？睇下恒指期貨藍籌股可唔可以繼續升，而成交繼續增加支持，同埋國指咧佢會唔會越升越弱？而嗰個成交亦都減少，啊，雖然佢維持升，成交又減少，咁啊兩樣嘢啦，咁即係話恒指期貨就要掉頭升，國指期貨就唔好俾佢跌得太多，維持升勢，咁呢個 and or 就係呢兩樣嘢，咁個偏離值咧就開始下降啦。啊，得翻恒指期貨得翻正822點啫，國指期貨得翻正3696點，但平均值依然係唔錯嘅，係平均嘅偏離值係偏高3.1% 同偏高2.8% 嘅，係相對10月份指數期貨嘅大戶加權平均開倉水平就係呢一個。咁啊，恒生指數期貨係好明顯跌市，國指期貨亦都係明顯跌市，不過嗰個斜嗰、那個陡斜嘅角度咧，你見到恒指期貨係跌得急啲嘅。國指期貨係跌得相對地冇咁急嘅，2個月份合計未平倉合約淨數，恒指期貨係明顯減少，國指期貨係增加，啊兩個唔同嘅，一個明顯減少，一個增加。跌市之中，恒指期貨明顯減少，代表尋日外資好友大戶係非常積極地平舊倉計數，表示今日嘅市即使藍籌股恒生指數再跌，好快會見底啊，有反彈。OK，咁啊好事啦。咁國指期貨咧就係增加嘅，增加嘛啊，正2.7%增加嘅，就代表尋日中資淡友大戶係開新倉套利，表示今日國企股持續再跌。咁即係話今日如果低位有反彈咧？應該好大機會係靠藍籌股啊，唔一定啊，係好大機會係靠藍籌股嘅趁低吸納買盤嘅。就國指期貨喺高位咧，就應該反彈嘅力度咧係會受到限制啦。咁就係一個就向有機會一見底向好，一個就繼續向淡，咁就好淡雙方繼續角力啦。咁個市況就係、是、都係繼今日都係繼續反覆啊，先軟後反彈嘅格局居多啦。然後有一個表咧，咁而家去到月中，我想同大家睇啲恒生指數。恒生指數10月到而家到尋日收市為止咧，係比9月收市嘅時候係升咗2.982% 嘅，係升㗎。10月
股災月啊嘛。但係參考翻過去10個月嘅表現啦，即係唔計今年啦，我係計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由2010年嗰年開始計啦，去到2019年呢10年咧，原來平均係錄得升幅過2.889% 嘅喎。啊，唔係股災月嚟嘅喎。啊，望下過去嗰10年有冇股災過咧？跌10% 就係2018年跌個10%，咁都10% 都唔算好股災係嘛？亦都曾經升過12% 喎，2011年、2015年升過8% 嘅喎。咁我哋就嗱，上個月9月咧就跌咗6.824%，咁今個月係升定跌咧？就暫時睇，哇，都幾難講。你嗌我估咧，主觀地睇咧，我覺得55% 咧係升，44% 係跌。啊，咁所以你睇到，從中睇到我對下半個月咧係戒心嘅。咁當然，如果下個月半個月開局，下個禮拜開局嘅時候情況好翻啲，我會調高翻啲55% 到60%嘅。咁啊，跟住個時勢走噶嘛。咁就跟住咧係睇下先呢度。呢度就係話50隻成交金額最多嘅股票，我哋都係對比翻5個交易日前啦。即係你話啊，點解你唔對比尋日啊？咁我覺得就算短線買賣股票，咁比較5日就穩陣啲嘅，1日嘅比較升跌就唔足以判斷短期後市嘅走勢啊。即係今日升唔係代表聽日就升，聽日升唔係代表後日就升。問題睇過去5日咧，就個準確度高少少啦。況且你喺其他表成日啲報價機畫面都睇到比對尋日升跌啦，係嘛？咁我比對過去5日個交易日前嘅收市價啦。當然，如果你睇長啲，可以比較過去1個月前啦、3個月啦，甚至1年都得嘅。咁頭嗰幾隻咧，望一望咧，鮮紅色嘅就表現最好嘅比亞迪股份啦，升咗10.8%；吉利汽車咧，升咗7.7%。咁就比較差啲嘅有冇咧？就呢只咧，跌咗3.9%，港交所。啊，港交所跌咗3%，咁就我個朋友就出資錯失機會啦。本來同佢沽兩注啊，分咗三注沽咗兩注，但而家出資沽得一注啊。原因係咩？就先前講過啦，就係而家起身冇幫唔到佢。咁啊，佢最後都379蚊沽咗第一注嘅，咁算幾好噶啦。咁本來379蚊沽完第一注喺380。以前邊沽埋第二注，381.8到啦，沽埋第二注就計劃之中嘅，咁但係計劃之中執行咗第一步啫，咁啊與人無尤啊，自己個攞咗個教訓啦。即係你講好似幸災樂禍都係咁講啊，即係都抵啊，咁懶嘅人咧，即係點會一早起的鳥兒有虫吃啊嘛，係嘛？咁你咁晚起身又冇辦法啦。然後跟住咧就到10大主動買沽主動資金買入嘅。牛嗰10隻冇超過10億，最多得2億，就喺跌市之中。跌市之中呢10隻能夠報升嘅就有南方恒指啦、農業銀行同中國神華都要留意下啦。嗱，比對過去五個交易日我睇咗啦，比對尋日升跌就有啦，咁就冇當然唔會有創52周新高價啦，多數係嘛？咁就量比亦都冇2.0，就冇乜啟示啫喎。望一望牛。55:45，你就好睇啦，唔够就唔好睇啦。咁呢啲系今日值得搏反弹嘅时候。如果你系做超短线投机啊，你中线唔关你事呢、这个分析。咁嘅话咧就值得最留意嘅10隻啦。咁摆喺我嘅专业综合分析表入面，表现最好寻日原油就系7500，第二好嘅就中国神华，第三好咧就农业银行，能够喺一个跌市之中。能夠維持全日未跌過嘅就係7500南方恒指啊，呢只嘅表現最好嘅就嘛，就能夠轉跌為升嘅就有2隻農業銀行同埋頭先講過嘅中國神華啊，咁整體上你睇呢4隻都差唔多啦，呢只就中國平安就拉平啦，收市嘅時候冇起跌啦，5隻資金淨主動賣出最多嘅。就係呢10隻啦，其中咧就阿里巴巴係6億7千幾萬嘅，咁就全面暴跌，但係比對過去5個交易日咧，有一隻係依然錄得好強勁嘅升幅。頭先講過嘅就係比亞迪股份錄得52周新高價添，跟住咧
就睇睇嗰個主動買股比率啦，特別係嗰啲夠45:55嘅，嗱睇先。除咗呢只，除咗建設銀行、美團、點評、恒生中國企業之外，其他全部夠嘅，咁都要小心啲睇啦。特別係嗰啲量比超過2.0嘅呢一隻恒生中國企業咁就咦佢又唔夠45:55喎，咁啊量比啊高過2.0喎，即係話低位嘅接貨嘅好積極啊！擺落個專接綜合分析表入邊，表現最差嘅係美團、點評。阿里巴巴第二，港交所第三，咁全部都系录得全曾经录过系暴跌过，收市亦都系全部暴跌嘅。33个行业类别入面，有两样嘢要讲啊。第一就头三位，咁保险业、银行业、酒店、餐饮及休闲业，休闲乜乜业咁记咗咁就佢嘅升跌股票比例啦，股数比例啦，咁就全部都系暴跌啦。咁就成交金额录得资金净主动买入就系代表咧，亦都全部高唔系喎，全部高唔过55:45啊，所以要打折扣。咁即系话喺低位有好多系主动扫翻货嘅。咁第二样嘢要提咧就系嗰汽车业啊，汽车业喺寻日中段嘅时候啊，中段之前表现好好嘅，曾经排第一位嘅。我寻日喺中段嘅影音分析都讲过啦，但系跟住就插水落啦，最后录得资金净主动卖出嘅，卖出3000几万，虽然唔系好多啊。咁而嗰个主动买股比率系50:50，平均变动率啊都仲升嘅，平均变动率咁就系、是，但系咧如果个别股票睇，譬如我寻日譬如嗰、那个讲嗰只咩啊？175啊，吉利汽车咧，佢最终咧都系仲系依然录得资金净主动买入嘅，咁就低位有大户买家支持嘅。暂时嗱，我讲暂时先讲今寻日，下个礼拜系点咧？再睇，咁揸咗货啲就要小心啲睇啦。咁譬如中线投资者，由于嗰个嘅吉利汽车依然系喺第六位红色区嘅，咁所以你可以继续持有嘅。咁下个礼拜咪继续持有咧，就睇今日收市啦。所以今日吉利汽车4个字。非升不可，OK，否则佢有机会跌到绿色嘅区嘅，跌到橙色区都仲可以持有，跌到绿色区咧，我下个星期一就俾多一日，最多俾多睇形势啦。如果佢即时形势好，就俾多一个交易机会佢，否则就要换马噶啦。跟住咧头五个被动成交金额最多嘅券商，佢哋都就集中喺腾讯同阿里巴巴牌下嘅交易啦，托价嘅就主要系建设银行。有3间托建设银行，就有2间就压住呢个腾讯嘅股价，就系 Credit Suisse 同埋美林嗱，咁就今个星期日咧，我嘅投资影音教育系会开一个新嘅课题，系大家都会一定感到兴趣嘅，捕捉市场转角位嘅窍门嘅第一课。咁呢一个系我经常可以做得到嘅啦，捕捉市场转角位。咁我会教大家点样喺个升市或者跌市运行一段时间之后，用咩方法当然唔系一种方法啦，去捕捉佢转升为跌或者转跌为升嘅一刻嘅，咁你可以快人一步把握逃离机会，咁你嘅投机成绩一定会比人更加好啦。咁你系如果系 diamond 或者系 patron 嘅platinum patrons 咧嘅订户咧，就准时上课啦。咁就大概系中午到啦咁你如果你未系嘅，我只系 gold 嘅 silver 或者系green 嘅咧，OK，你可以补个差额，就系提升级别去到 platinum 或者 diamond，咁就可以即刻上课啦。咁留意，如果你喺月中补个差额咧，咁即系其实咧你系表面睇你系贵咗嘅，咁因为咧下个月1号中午12点香港时间就会再转第二个月嘅月费噶啦。咁但系咧，实际上咧，你又唔系话贵咗唔蚀底嘅，因为你可以即时睇翻晒过往全部几百个段嘅，有冇几百段咧？应该有200-300嘅，印象中200几嘅影音分析啦。咁特别最重要嘅就系影音分析，可能你觉得嗰啲影片已经过咗时啦，咁即系冇乜用。但系其实影音分析入边有成个教你嘢噶嘛。咁同埋最主要可以睇翻过往20-30段嘅上过嘅堂啊，有20-30堂可以即时上得翻噶。OK，咁如果你话，哎呀，我觉得蚀底啊，我唔咩嘅，我唔想咁快
即係蝕咗半個月嘅。OK，冇問題。你下個月一號穩陣啲啦，唔好中午12點啊，中午1點之後先至入會。啊，下個月一號中午11點之後先入會，咁就費事俾佢扣2次錢啦。咁就至於每個 tier，即係嗰個每個級別咧，係有啲咩內容咧，就呢度自己睇啦。咁然後咧，我哋最後睇睇美指期貨。美指期貨而家係3482.12，升咗22.74，比香港時間尋日4:30升啊！咁即係話今日預計港股係略為高開就合理嘅，先至合理。咁能唔能夠略為高開咧？就兩睇啦。咁似乎因為尋日啲好有信心被打擊啊，咁希望貼住高開，咁但係貼翻住嗰個市走就算㗎啦嚇。即係算係好噶啦，今日即係貼翻住美指期貨，即係美指期貨都會變噶嘛嚇，貼翻住唔好偏低嚇，略為偏高或者係只係輕微偏低，咁就已經係理想噶啦。咁呢一段嘅分析到呢度為止，今日咧我會有第二段嘅影音分析俾大家嘅，咁就到時再見啦。